七虎乐岗各地父亲节进前是举办了乐岗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，由市长亲身颁发奖牌给二十位模范父亲。会长来温馨哦，伫会长官嘛安排台南市领领职业工会为咱辛苦的父亲，佮有民众免费领领的服务。市长魏体嘛亲自来体验领领，纾解压力。而市长体验以后嘛大大提振。为了要感谢父亲为家庭付出，市府乐岗桥伫父亲节将要来到进前，举办乐岗模范父亲表扬活动，由市长亲自颁发奖牌，予二十位模范父亲。市长表示，父亲亲像一座山，担任起保护家庭的责任，也呼吁大家爱时常关怀佮陪伴父亲。今天借着父亲节的表扬，一方面感谢担任劳工的各位辛苦的爸爸。那一方面，在家里又扮演一个好爸爸，让全家得以维系的统哭，我们也感谢。那祝福我们所有的模范劳工模范父亲爸爸节快乐，全年都快乐。爸爸，祝你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伫会场外，劳工局也安排台南市按摩职业工会伫现场为当年辛劳的父亲，甲民众做免费按摩服务。同时，也身为父亲身份的市长，也向伊支持时常朋友的专业服务，也亲自体验按摩来放松身体压力，也推荐今年时势当带爸爸去按摩舒压一下。来给我们市长吼按摩的老师给一个鼓励啊，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。那也其实坦白讲，说真的，他们的手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让我真的只要按了五分钟，其实就已经精神百倍。要不然我们今天早上，跑行程实在很累。最后，乐岗局长王新基表示，今年度二十位乐岗模范父亲在各行各业拢有真优秀的表现，来为乐岗朋友争取福利，以及热心公益来回馈社会，因此借表扬活动来传承社会良好价值。也祝福天下父亲健康快乐。记者萧建伟，成化区采访报道。